坐落在安平新中街26号的陈家古宅，外面还保存有安平古堡的旧城墙。这座已经有300多年的我国传统建筑被称呼为梳妆楼。梳妆楼的主人陈展树表示，在他世代相传的住家厅堂内有一座古井隧道和另一座地道古穴。已经打开的古井内，他摸索取出了一只古代青瓷碗。另外的地道古穴将在市政府的赞助下选定日期，在最近组成探勘小组加以打开，同时到地道里面去探勘。